你好，先生。你好，呆呆。我又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 AC， 我是印尼人。我今年是45岁。我的体重54公斤。我的身高165公分。我结婚了，我要一个小孩。我以前在台湾工作，照顾阿妈病人。我帮阿妈洗澡，我帮阿妈换尿布，我帮阿妈换衣服，我帮阿妈吃医药，我煮饭，我煮菜，我打扫，我整衣、剪衣、承担、煮汤。我以前在阿拉伯是1年，照顾阿妈，帮阿妈洗澡、煮饭、当衣服。换衣服、煮菜、跟打扫，现在就我介绍好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